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キョウガです。じゃん。大家好啊，咁咧，琴日大家嘅飲茶篇唔知中唔中意啦？我好想搞多啲關於香港嘅日文嘅，因為我覺得好似冇乜人會講到一啲香港嘅特色小食嘅日文係乜嘢。咁呢個都係我最初拍呢啲 YouTube channel、拍呢啲 YouTube 片嘅目的嚟嘅。咁所以希望嚟緊再介紹多啲俾大家啦。咁唔講咁多住。好，咁今日咧要講一講餐廳嘅日文嘅，就係你去餐廳食飯嘅時候咧，好可能會聽到呢幾句啦，或者你自己會用到呢一幾句去點餐嘅。第一句咧就係你會聽到侍應咧會問你何様ですか？何様ですか？就係會問你幾多個人啦。譬如你有三個人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答佢三名です，三名です。咁咧你就唔需要再答佢三名様咁樣嘅喎，因為様咧係佢用落去尊敬你，因為你係客人啊嘛。咁所以佢先要問你何名様。你答嘅時候只需要答翻三名就可以噶啦。跟住咧，你去到日本嘅餐廳，如果你需要等位嘅話咧，你會發覺佢同香港唔同嘅，佢並唔係派 number 俾你啦，而係你會喺一個名冊嗰度，係咪叫名冊咧？佢有張 form 嘅喺嗰個 reception 嘅時候，你咧就會寫低自己個名，然後咧嗰人就會嗌你個名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佢會問你お名前は？お名前は？咁你到時就寫低自己個名喺個表格度啦，到有位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直接嗌你個名噶啦。下一個要講嘅咧就係お願いします、お願いします嘅文型。咁譬如咧個侍應嚟到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同佢講唔該落單啦，就係すみません、注文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すみません、注文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咁咧注文就係落單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首先就係話請拜託你幫我乜乜乜咁樣嘅意思啦。下一個要講嘅咧就係ありますか？ありますか？係有冇呢樣嘢啊？譬如大家去餐廳啦，想叫餸嘅時候，但係佢全部都係日文字，大家睇唔明嘅話咧，你就想問下佢啊有冇英文或者中文嘅 menu 啊？咁就可以用以下呢一句啦。英語の menu はありますか？或者你想問佢有冇中文嘅話咧，就係中國語の menu はありますか？咁咧而家嘅餐廳咧，多數都會有中英文嘅 menu 嘅啦。大部分有中文嘅，不過英文比較多，我見到好似係啦。但係咧，我比較中意去嘅餐廳咧，就係有圖啦，就等我同屋企人去啊，或者一啲唔識日文嘅朋友去嘅時候咧，你就唔使下下都翻譯俾佢聽嘛，直接指幅圖就得啦。因為有時你就算見到佢寫住中文咧，你都唔係好知嗰個餸係咩樣，或者係好唔好食，或者啲材料係啱啱你食。咁所以我覺得去有圖嘅餐廳就係最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下一個要講一講咧，就係當你去一啲有圖嘅 menu 嘅餐廳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用手指指嘅方法去點菜嘅。你可以咧指住呢一幅圖啦，就同佢講話。これをください。これをください。ください喺上個禮拜學咗啦。如果你唔記得嘅話，叫睇翻上個禮拜嘅 video 啊。又或者咧，有時候我哋去餐廳咧，你唔知食咩好啦，但係見到隔離台嗰個咧好似好好食喎，你就想同佢叫同一個嘢咧，你就可以指住嗰、那個餸啦，俾嗰個侍應同佢講。あれと同じ料理をください。あれと同じ料理をください。我啦知咧，即系一樣嘅意思啦。然之後，くださいじゃ請，咁所以咧就係請你俾同嗰個一樣嘅料理我啦，咁嘅意思嘅。好，咁到我哋去餐廳食完所有嘢要埋單嘅時候咧，有好多餐廳都係你自己攞張單，然之後走去 reception 嗰度俾錢啦。咁亦都有啲餐廳係你要舉手，然之後叫 waiter 嚟同佢講，我要埋單啊咁樣。咁埋單嘅日文咧就係勘定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勘定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又或者咧，有啲人咧用呢個会計，会計都得嘅。咁但係会計咧係商家用會比較多啲嘅。當係我哋客嘅時候咧，可以用会計或者係勘定都可以嘅。好，咁以上咧就係我今日要介紹嘅餐廳嘅用語啦。咁如果你識呢幾句咧，去餐廳叫嘢食或者埋單落單都冇問題噶啦。咁希望我今集嘅日文可以幫到大家啦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記住幫我贊好一個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啦喎！如果可以嘅，都可以分享出去噶。多謝你咁樣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！就冇得咧，拜拜！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左右兩邊咧係推薦嘅 video， 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噶。仲有可以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 喎，嗰度會有更加多日本嘅資訊噶。就冇得咧，拜拜。